那你们有什么小配备什么？枕头什么的吗？就自己睡觉一定要的东西。我有啊，我现在都写了。看你睡觉要穿拖鞋。是我说，我忘记在那个。哎，你们看这个书，看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每天睡觉都要擦的助眠。哎，你的长是人家。Hello， 最好听得到，听到。你看我的贝贝。是。这也太这个是，这也太 low。哎，我觉得这蛮炸的，你可以给那个镜头看一下。这是我的小贝贝，可以放一个桶。其实我也有真的、啊，我只是我没有带的。你没带？睡着？这个是小贝贝吗？这是抹布吧？像小贝贝啊，认真对吧、啊？小贝贝是不是不能洗？不能洗啊，这个香气很重。大家闻到我的味道？很香啊，哎呦，出奶奶的味道，很 low 啊。不行，你太脏了。还没有洗澡，他一定要去是正常的。对啊，很正常。到底是哪一个东西？我们早上起来他已经没了。